译文译欧阳文中长爱林不施草泥行郭所云母教勾周之句。文中以未与心而属对心切。勾周，鹧鸪声也。李群玉诗云：芳川节曲崎岖路，又听勾周隔折声。郭所，谢行茂也。杨雄太玄曰：谢之郭所，用心造也。韩退之集中罗池神碑铭有春雨元吟西秋雨鹤飞。今夜时刻，乃春雨元吟西秋鹤雨飞。古人多用此格，如楚辞：即日西沉凉，又会遥征西兰集。殿贵酒西交江，盖欲相错成文，则与世矫见耳。杜子美诗：红范卓于鹦鹉立，必无妻老凤凰之。此一语反而一全。韩退之雪诗：舞镜鸾盔爪，行天马渡桥。亦笑此体，燃烧牵强，不若前人之与浑成也。诗人以诗主人物，况虽小诗，莫不山柔急功而后已。所谓寻断月恋者，信非虚言。小说崔护题成南诗，其始曰：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后以其意未全，与魏公改第三句曰：人面指今何处在。至今传词两本，为本是诗作。指今何处在，唐人公诗，大帅多如此。虽有两金字，不续也。取语意为主耳，后人以其有两金字，只多行前篇。唐人作富贵诗，多记其奉养气福之盛，乃贫言所惊耳。如冠休富贵屈云：客城争住宴相哀，此下里遇旦者皆有之，何足道哉。又为楚老文诗云：时服红绡为夜玉，时服红绡为帐，方不及四五尺，不知如何伸脚。此所谓不曾进富尔家。王胜每至自学，演其意以为右文。古之字书皆从左文，凡字其类在左，其意在右，如木类，其左皆从木，所谓右文者。如间小也，水之小者曰浅，金之小者曰浅，歹而小者曰残，背之小者曰贱，如此之类，皆以间为意也。王胜美为县令时，尚未知名，夜意达官，执其方与客谈孟子，书不顾胜美，胜美窃审其所论，久之，忽顾胜美曰：常读孟子否？圣美对曰：本生爱之，但都不晓其意义。主人问：不晓何意？圣美曰：从头不晓。主人曰：如何从头不晓？是言之。圣美曰：孟子见梁惠王，以不晓此语。达官深讶之，曰：此有何奥义？圣美曰：既云孟子不见诸侯，因何见梁惠王？其人愕然无对。往岁世人多上对偶为文。木修张景被史为平文，当时谓之古文。木张常同造朝，代旦于东华门外。方论文次，事件有奔马见死一犬，二人各记其事，以教公桌。木修曰：马邑有黄犬欲蹄而避。张景曰：有犬死奔马之下，时闻体心变，二人之语皆拙色，当时以谓之公，传之至今。古人诗有风定花犹落之句，以谓无人能对。王荆公以对鸟鸣山更幽，鸟鸣山更幽本宋王吉诗，原对蝉噪林于境。鸟鸣山更幽，上下句只是一意，风定花犹落。
鸟鸣山更幽，则上句乃静中有动，下句动中有静。金宫始为集句诗，多者至百韵，皆集合前人之句，语意对偶，往往亲切，过于本诗，后人稍稍有效而为者。毗陵郡氏人家有一女，姓李氏，方年16岁，颇能诗，甚有佳句，无人多得之。有时得破前诗云：半轮残月掩尘埃，依稀犹有开元字。点想得清光未破时，买尽人间不平事。又有弹琴诗云：昔年刚笑卓文君，岂信思同解物深。今日为弹心已乱，此心源自不由人。虽有情志，乃非女子所宜也。